其实我们学校创校校长建校的时候，它有很多巧思，例如像一些比较大的原生树种，它会留在原地，不要被砍掉。所以我们学校其实所有那个生态都保持得还蛮完整的，有点像小型的森林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到那个校园去采集那个植物的颜色，然后你们自由去采集五种植物。你们拍完之后，那五种植物的那个树叶或者是花，我们要采集回来。我们下一节课要在那个实验室那边做实验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七年级我会先教他们色彩，我就会想说，哎，我色彩要教给他们什么东西？只有调色练习吗？还是只跟他们讲，哎，原来我们颜色跟颜色对比色是怎么样搭配？可是这种东西跟他们周围的那个生活，他们是没有办法真的去连接在一起的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我可不可以设计一个结合校本课程的，然后结合孩子周围周遭生活周遭他就可以去发现的东西。所以我就用校园植物这一个主题去发想。号码也写下去。这个百香果，应该是哦。这不能做实验吧？对啊。其实色彩这东西很好玩，我们肉眼看到的跟它物质实际显现出来的颜色其实是不一样的。变叶木是不是有很多种颜色？每一种颜色我们都要把它先比对下来哦。白天的太阳比不能够伤害你，夜间的月亮比不能害你。白天的太阳比不能够伤害你，夜间的月亮比不能害你。天啊，保护你从今时到永远。可是颜色有出来，好，很好，很神奇吗？哎，好漂亮哦！粉红色，对，粉红。可是你们是用什么样的花？嫩叶。我其实这个课程想要让孩子去了解我们肉眼看到的，你用色票去比对的，然后你用实验的方式去分析出来的物质的颜色，其实同样的一个颜色，它会有很多不同呈现的一个形态。所以你看那个是其实是橘色，可是滴出来居然是粉红色。对啊，他们会觉得非常好玩。他说，老师，原来变叶木的颜色有这么多种。可是他们终于知道，原来叶绿素是这个颜色，叶黄素是这个颜色，或者是我们看到的色彩跟实验出来的颜色会不一样。所以我很喜欢做跨域课程，因为孩子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，然后孩子从发现，然后去探索，然后他们去做体验的一些活动。一件事情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它，它并不是只有一条直线，
你可以从很多点然后去分析同样一件事，美感的东西，其实这就是一个探索的一个过程。